不是你大晚上约我出来干啥呀、啊？不是你今天穿这么漂亮，你姐知道吗？再说你约我出来，你跟我姐都分了，我干嘛呢？所以说你今天晚上找我啥事儿呢？你干啥等的？那我还不猜了你？你守什么？我问你干嘛等的？在路边捡的。守嘛来？干嘛捡？干嘛拾啊？啥事儿？问你到底咋等的？跟狗抢的。跟那个是那个吗？你跟他抢了。不是，你就跟我俩抖包袱了，人家能抢你啊？不开玩笑吗？咋等的？跟狗抢的。不，你还跟我俩抖包袱？问你咋等的？在家自己知道。疼吗？是不是还不疼？还不疼？还不疼？还嘴硬呢？我问你到底咋整的？到底咋整的？你合着我又是那个大傻瓜，你又来逗我玩儿了？那你好骗他的呗。行行行，我好骗，我好骗，你骗啊，你骗，你骗啊。给你。到底啥回事？我问你。参加婚礼给的喜糖啊。啊，喜糖。嗯，然后你刚才又逗我玩，哎，不闹了，给你。我不喜欢吃糖，你吃吧，你吃吧。诚意了，你这样。嗯，别说，还挺甜的。走啊。走吧。咋了？你们结婚是什么？啥玩意儿？啥玩意儿结婚？我也想结婚，我这摆设的。问你件事，嗯，带身份证吗？带了。带了。嗯，干嘛去了？去民政局。啊，我什么？